主料丝瓜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芝麻油、鲜贝露调味汁、生抽、葱、姜、蒜、虾皮、番茄、胡萝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将丝瓜削去皮，洗净后切块。虾米用清水泡软后洗去杂质，取出控干水分。切好葱花、姜丝、蒜片备用。炒锅至火上，放花生油烧热，爆香葱姜蒜，放入虾皮，加少许胡萝卜片，入丝瓜翻炒，加生抽，加鲜贝露调味汁，加高汤煮3分钟，加盐，加香油。出锅前放番茄片。烹饪技巧：一，也可以打个蛋花进去，更加味美漂亮。二，最后加入少量番茄片，色泽更加美观，口感更清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